老铁们啊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切割机啊，现在到了冬季了，家里面尤其家在农村的老铁们啊，家里面结合烧火柴啥的，尤其给老爹老妈买的，所以说这个机器到了冬季了是必备神器，家里面有这么个机器，切割烂木子啥的，结个木子啥，非常非常方便。然后的话，有些老铁私信我说这个切割机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选购，也怕被忽悠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怎么去选购啊。第一，你买这种切割锯的话，第一看它的机器，是多大功率的，然后再看它那个机器，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是同芯的，知道吧？因为铝线电机的话是不抗用的，两天半就烧毁了，知道吧？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机器，这是我们家卖的，别人家什么样我不多说。我们家这款机器是2300瓦大功率电机，100%纯铜包电机，知道吧？然后的话，工厂是专业做切割机的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郑重承诺。200度耐高温铜线，没有几个这么承诺的啊！